阮准备要出发，为滴就照原本计划来处理。恁等我打 pass 才动手，我会予伊看起来亲像是公安意外，绝对袂牵涉着恁个。阿哥是当时来的，我拄才讲的话，伊敢有听着？你来找阿姐哦。要家己吃？对啊，我要出去，亚姐会寒，伊去摕外套。妈，亚姐啊，子谦讲恁两个要出去，要倒啊？有一个会当甲冠军倒三工的，替我卡真爱啉冠军茶，啊，不过我一直买无。子谦有实在地行，有货，我要去买。妈，坐去。阿公若是得去，我的计划是要怎？变啦，恁去就好啊。开车较细腻哦，吼、我知影，阿哥你放心，等进来。准备倒数，三。二，阿哥，别叫我，想不到你真正想要害死阿姐。本来我跟你怀疑讲是不是我食老的耳孔当听唔到去，结果竟然是假死的。你良心上够无去啊？少，创啥？免看啊啦，也是已经走，已经安全啊啦。你是真去爱着阮冬菊，所以你感觉亚姐是恁两个阻碍，你都要甲丢掉。所以你真正甲阮讲遐话，拢是骗阮的，拢是假的。我甲你妈妈去饭店抓奸，这件代志嘛是恁设计，目的。就是爱我，莫阁怀疑你甲冬俊啊！甚至啊，这些老体嘛是你害的，对无？对、哦。王雅杰当伫我甲冬俊对，我要光明正大甲冬俊做伙，我想要得到伊全部的爱。王雅杰，就必须爱为这个世界上消失。你敢不知道你现在在讲啥？你竟然为了一段无属于你家己的感情，不择手段！你是哪变个这尼啊恐怖？你安尼敢对得起我，对得起你妈妈？王雅杰当伫我的路，伊就一定爱死。你根本就一个气笑啊！看起来妈应该是知影我甲子谦的代志啊，我即摆要安怎才好？即摆我一定要斩断你对冬俊遐尼啊偏执，又讲遐尼啊变态啊！冬俊的心早就已经变了，即摆阮两个命运是白做伙，无人会当甲阮拆分开啊！我唔相信。当初伊无可能为着钱，伊无爱查某，提家己的前途，提家己的未来去搏。你唔免浪费气力。你即卖会当当面问冬俊，
看伊的选择王亚杰，还是我。童军，妈跟你讲，这个查某，伊说一个叫，恨亚杰去买冠军地，讲什么要按两天跳下卡，结果伊说叫吊车要制造意外，要害死亚杰。子谦，我不是跟你讲，先别这么冲动，你是安怎不爱听我的话啊？今麦我是要哪替你收尾啊？我是为着咱娘未来设想。王亚杰挑故意摕你甲杜光亮相拍的相片给你看，就是咧警告你，伊早就甲你定调啊！即摆阁想要用这件代志来甲咱两阿姊骂，伊这不是表面上夸起来，伊种冷静受害者，伊是家人的狗。我若是无先出手，路子就是咱。要不过即摆阮妈拢知影呢，那咧进前咱所做一切，唔就拢白了工啊？干！你这么到底在讲啥？谁让我愈听愈糊涂？你是安怎会讲到杜光亮？刚刚伊的事跟你有关系？你不是干嘛？妈，我无骗你，杜光亮不是我害死，是我，是我把杜光亮害死。你讲我是为着要保护东俊，无说你把杜光亮害死。这就是我拄则讲，我甲东俊的命运已经白做伙完。妈，我已经无得离开子倩了。子倩为着我牺牲太济啊，所以请你成全阮两人好不？你是不是让我做这事的？你知影无？你太难，更发达，讲话讲甲安尼直直直咯，我干嘛来跟你讲？你莫讲有感情来威胁东俊啊！伊自细汉到大汉，因为伤过神明，食的苦更加阁无够。伊即摆会当顺风顺水行到这个地步，就是因为祖上有遐残忍，因为伊无够残忍的是。伊无甲要离开亚杰这件代志讲出来，伊做袂到的我来做，我来替伊担。你根本就已经无用意啊，歹心毒烟，当真就想让这个查某洗脑去，伊才变成这啥物倒鬼。伊若是搁继续甲你做伙，伊真是连鬼都无用去啊！我一定要斩断你两个的关系。东俊，爹妈行，只要你肯回头，你永远是马上行我后生。东俊，我真正无想要跟你分开。东俊，拜托，咱来等，快点。妈，亚杰若是无我，还阁有足侪人爱伊的。啊！不过子倩若是无我，伊都一无所有啊！所以我拜托你，莫阁逼我好不好？所以，你已经无爱亚杰了，是吗？我即摆爱的人是子倩。好。安尼，我都当作系你害我上惊我的后生，跟个人同款，已经死啦！单条线。
你在我的酒厂要给留下，你发现无？我一定要保护不过雅琴，我要把恁两个人所做的歹代志拢总揭出来，让恁受到恁应该有的报应。哎，妈，你要从啥了？报警啊，从啥？袂用的啦，你袂用报警，报警。妈，你阁真正看伊哩了？我唔来看伊哩，我要阁开视讯，我要让全世界人看到这查某这面貌。只要有机会，予东俊会当回头，会当觉醒，还会当重新做人。就算我东俊一世人拢怨我，拢怨台湾，我嘛无要紧，我袂后悔。放手。阿哥，你袂当去，你安尼做，甲东俊害死。害死东俊也是你，不是我。拢是你先姚家弟的，伊堪要甲西人，伊才失去你弟。这是恨你阿在伤天害理的代志。我今晚若是不对，想要等人死，会变糊啦。放手，我无。你心里就来这个哥，你听我讲。放手，我无。这是你逼我。阿哥，我知影我唔对啊，我拜托你，我知影是我唔对，我愿意把所有一切拢妥起来。啊，不过咱一定要想办法保护东俊，只要伊平安，到时阵你要安怎拢随在你，你千万袂当因为一时的生气就把东俊的前途拢毁掉啊！别讲假啦，你若真正很了重情重义，真正为着东俊好，你就无应该阻挡我，无应该给伊传扬不轨咯。你相信我，就安尼做，东俊的未来才有救。你相信我，我不可能再相信你啊！放手，我不可能会放你。放手，放手啦！安心去。十一，妈，你先进来，继续给我讲。